佛教智慧故事。佛顶尊胜陀罗尼经，相传善入天子得知自己将受恶报，七世轮回为畜生，第十天怜悯善住天子，便到支援精舍向佛陀请教救护之法。佛乃为其宣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。经典中说，天地有陀罗尼民，为如来佛顶尊胜，能净一切恶道，能净除一切生死苦恼。佛告天地，此佛顶尊胜陀罗尼，若有人闻一经于耳，前世所造一切地狱恶业皆悉消灭。因此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一部消除恶业、慈悲度生的方便法门。那么这部经典是怎么传到中土的呢？佛陀波利。我来自寂宾国的佛陀波利，我一心求道，心无旁骛，只求亲受圣贤们的教诲。可自从佛陀入灭，世间圣贤大菩萨们都难寻踪迹，唯有大士文殊师利菩萨尚在五台山中引渡众生。为亲眼目睹菩萨圣容，为亲耳聆听菩萨的教诲，我不远万里来五台山拜谒。我曾走过流沙与酷暑，我曾走过黑暗与严寒，终于来到五台山下。菩萨，您在哪里？哪？世尊，弟子佛陀波利虔诚顶礼，为一睹文殊菩萨圣容，祈求能亲受菩萨慈悲开示。弟子不远万里来到东土，祈愿菩萨一显真相，引导弟子得脱苦海。善哉善哉，好个不辞劳苦的善男子。法师不辞辛劳远道而来，不知是否带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来。佛顶尊胜陀罗尼经？没错，中土众生多造罪业，出家持戒也不容易，实在难以救度，只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不可思议，能消除人们的罪孽，不知法师带来了没有？啊，这贫僧并未带来。哈哈哈，你没带经典来，即使此时菩萨站在你面前，你也未必识得，你还是回天竺取来经典，等那时在金刚窟内，菩萨自会与你相见。阿弥陀佛。啊，佛陀啊，弟子这便要起身去天竺，誓愿一定取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，到时再来求见文殊菩萨。有劳顺真长老照料，贫僧今日就要动身前去天竺。法师，西行之路艰险难料，昔日玄奘法师西行一路历经坎坷，历经了十多年方才学成归来。法师刚从西方来到中土，风尘仆仆，体力尚未恢复，怎不稍作休息，现在却又要急着动身。我心中迫切，难以忍耐，取经之路虽然艰难，我有一心求见文殊菩萨的信念，再难也不怕，希望长老能够谅解。只是为了请见菩萨，既然如此，我已为法师备好行囊，这一路风餐露宿，法师切记注意保重身体。
一路上，佛陀波利历经坎坷磨难，但他一心想见菩萨，靠着坚定的意志挺了下来。历时数年，佛陀波利法师终于从五台山走到了天竺。取得经典，只要把它带回五台山金刚窟，我就可以见到文殊菩萨了。取经可不只是为了见菩萨，取经是为了将经典带去东土，弘扬佛陀的大悲大愿，解救苍生出离轮回之苦。不明白这些取经又有何意？老法师，施主，您这是？哦，前些天我忽然身患怪病，浑身长满脓疮，村长说这是我造的恶业，必将受尽折磨。我现在浑身又痛又痒，难以医治，我只能来祈求佛菩萨保佑。哎，祈求佛菩萨保佑我健康痊愈，祈求佛菩萨保佑我健康痊愈。啊？这难道是佛陀的指示？我为你念诵这部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，你先静下心来，虔诚礼拜。是。善哉，你已亲见佛法的神妙，从今往后改过自新，好好尽信三宝，多多行善。多谢法师，感恩佛陀，感恩佛陀加持，多谢法师，多谢法师。只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，不可思议，能消除人的罪业。原来这部经典如此神妙。那个穷和尚没钱煮船舱，天天坐在甲板上念经。走，去和他玩玩。和尚，你终日念佛，也不见你的佛有什么神通，不妨来和我喝酒吃肉，快活一天是一天。阿弥陀佛，出家人不得饮酒。什么？你不喝就是不给我们面子？阿弥陀佛。和尚，你可别不知好歹，眼看天色就要下大雨，你没钱住船舱，喝了这瓶酒，嘿嘿，我就给你找一处避雨的地方，如何？施主，贫僧只是一个来取经的人，何苦为难贫僧？哼，取经，我让你取不成经。嘿嘿，啊，我的经书。怎么样，你倒是继续念经啊，说不定你的佛菩萨就会把经书还给你。你们两个给我住手，马上要起风暴，你们还有心思去闹和尚，赶快去干活。有蛮多，有蛮多。南无佛，南无法，南无僧，不行，撑不住了。我的经书。
经书啊。佛陀菩萨，难道是弟子修行不够吗？难道弟子就见不到菩萨吗？菩萨呀！我的经书，我的经书，我的经书还在。愿将此功德回向给这次传难的人们，希望他们早登彼岸，得脱轮回之苦。阿弥陀佛。消除人们的罪业，如此不可思议的圣典，若能流传世间的话，只是为了见菩萨，取经是为了将经典带去东土，弘扬佛陀的大悲大愿，度脱众生，得出轮回之苦。不明白这些取经又有何意？原来菩萨要我取经，是为了要将经典流传于世，消除罪业，解救众生，脱离苦海。我当初竟只是为了求见文殊菩萨，忘了佛陀教育我们的慈悲大愿，我一直都错了。弟子知道了，弟子一定将经典流传于世，以救度众生。佛陀波利法师，你一路劳苦取得这部经典，功德无量，先陛下令您将这部经典翻译出来，请临旨。善哉，佛陀波利尊旨。皇上保重龙体。佛陀波利法师，经典翻译进行得如何了？正在加紧翻译，将要翻译圆满。好好，那等法师译经圆满，一定要记得将经典送至内廷供养，不许任何人去随意翻阅。遵旨。啊！奉旨赏赐佛陀波利法师丝绸30匹、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原文及译文收于内廷，不得随意取阅，请此。大人，大人，那部经典是要流传于世，消解世间苦难的，不能让圣上藏于内廷啊！哼！大人，万万不得呀！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法师，您是要赶抗旨吗？大人，天下是万民的天下，君王要带给万民安泰，而不是将福报独享啊！放肆！来人，快将法师带走！大人，不行啊！大人，大人，皇上，皇上，您不能独占经典的，皇上！皇上，愿皇上造福天下苍生。请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流传于世，皇上愿皇上造福天下苍生，请将圣典流传于世。法师在外面跪了多久？已有3天3夜了。皇上，是否……啊！皇上，愿皇上造福天下苍生，将经典流传于世。啊！陛下，法师，您一直跪拜于此，莫非嫌朕的赏赐不够吗？陛下，贫僧一路走来，历经千辛万苦，九死一生，怎会在乎圣上的赏赐？唯愿陛下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还给贫僧，以让圣典能够流传于世，消除众生罪业，方是无上功德。法师，朕问你，圣典藏于内廷，受皇家香火，向帝王之供养，这难道不是无上的功德吗？你要让它流传于世，受升斗小民的卓无之口念诵，遭粗制滥造之香火的熏染，这
又岂能算什么功德？陛下破生死得涅槃，度众生的善行才是真正的功德。君王之心应当心系天下苍生，而不该囿于皇宫之内朝堂之上。陛下为一己之私私藏经典，这样经典便无法造福天下人，岂不文明所重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大胆，法师莫无礼，难道不怕陛下降罪吗？贫僧只求陛下哀怜天下众生，使他们早脱苦海，虽万死不恨。天下非朕之天下，乃是天下人之天下。苍生也并非朕手中之玩物，而是各有因缘。帝王之心因心怀天下苍生，为苍生造福，向往经典，却又是执迷于经典，又怎配享这无上的功德？法师，朕将佛顶尊圣陀罗尼经奉还于您，请您一定要让这部经典传于世间，让万家百姓奉诵，把这功德赐予天下苍生。感谢陛下，感谢陛下，感恩三宝加持。佛陀波利取回经典，在西明寺与顺真和尚重译佛顶尊圣陀罗尼经，一心想将圣典流传于世，利益人间。佛陀波利将佛顶尊圣陀罗尼经再次重译，并交由好友顺真和尚传扬下去，因此中土才有了尊圣咒的流传。一直到了西元776年，唐太宗更下达诏书，令全国僧尼需每日持诵尊圣咒21遍。由此可见当时尊圣咒所受到的重视程度。菩萨，弟子佛陀波利将佛顶尊圣陀罗尼经取来，并将经典翻译圆满，也请诸位法师将译好的经典流传于世，如今才来拜见菩萨。菩萨、菩萨，文殊师利菩萨呀，菩萨呀，佛陀波利历时6年，从天竺取回佛顶尊圣陀罗尼经，并将它翻译完毕，使之流传于世。而佛陀波利也受到文殊师利菩萨的接引，在五台山安详示寂。佛顶尊圣陀罗尼经在中国普及，为善男信女带来种种福德善缘，以脱离诸恶趣之苦。尤其后来受到明成祖朱棣等帝王的极高推崇，古德接颂便这样称扬这部经典。昔日尊者往东来，却被文殊化影开，东土若无尊圣咒，孤魂难以脱尘埃。
摩阿弥陀佛，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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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Namo Amida Phật.